我可能3月8号要去新加坡看 Taylor Swift 演唱会。哦，我们拿到了 VIP 的票，是秦老师帮我拿的。女星伊能静今天欢度56岁生日，她日前在直播间透露，即将在3月8号去新加坡看泰勒斯演唱会，自曝老公秦昊帮忙买到 VIP 门票，却遭主持人急忙阻止。我可能3月8号要去新加坡看 Taylor Swift 演唱会。我们拿到了 VIP 的票，是秦老师帮我拿的。我们千万不要提这个 VIP 票的事儿。那个前两天那个人。别的明星就讲这个事情被骂了，不是，我是很感谢我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会帮我拿这个票，是因为米莉学校有教他们唱 Taylor Swift 的歌，就 Taylor Swift 的歌有些歌很年轻很励志嘛，所以他就非常喜欢，然后我先生就想尽了办法说，那我帮你们去买买看，然后看能不能抢到。直播画面曝光后瞬间登上微博热搜，网友直呼这个主持人可以炒了，这情商也别当主持人了，主持人也挺莫名其妙的，弄得人家很尴尬。还有人说伊能静给自己老公挖个坑，不过有人夸她好会应变哦。